嗨，大家，今天就是 Move Free 一姐要东杯线上彩台赛的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已经在准备当中，我们等一下会进行为期二十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。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参加的呢，会有浩东夫妻的麦克代表参赛，也会有 Linda，也会有一轮。那再来就是我，总共会有四位一起来参加这场比赛。那总共呢，参加人数是来到了100人，因为包含了90几位的线上观众跟我们一起来挑战。那待会我的策略呢，就是在前面先发动一波攻击，看可不可以拉开距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希望我可以这样独推进终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到赛事见吧。哇，准备了，10秒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Go！冲啊！我也排太后面了吧？我骑到最前面了。我现在跟在第二集团，推力比都大概四耶，好快！好累啊！哦，屁股好酸哦。好来，泽伦你加油哎！我在看到麦克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努力中，他们好强哦，好扯哦。哦，我们要骑完一圈了。我被麦克越拉越开了，追不到。泽瑞是我们精神领袖，原来是我自己的教练，是教练。我都看泽瑞的跑步里面长大的。对。哇塞。是。泽瑞看起来饿了，赶快，该补给。哎、欸。哇，又要死！我刚刚已经发动完攻击了。我第一次补给不用骑车来嘞，在旁边。哦，我不要闹啦，我。哦，个性破人呢。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。我觉得一公里耶，快点，快啊，快，快点，啊啊！哎，泽瑞，什么话我问泽瑞？泽瑞，你最近三铁啊，好不强啊，所以三铁对你来讲，我觉得三铁，游泳确实是有困难，但是我觉得游泳对我来讲就是游不快，就是我想要拼命游，但游不快，但是。我觉得如果要真的讲印象深刻啊，就是在今年的 CT 的时候，就是我为了跟我那个摄影师 PK， 所以我直接在脚踏车上尿尿，我这样边骑然后边尿，你知道吗？超级真的是很丢脸，然后我很怕被后面的发现，我还把水这样拿起来，然后一直浇自己。我怕这样也罢，我怕在，里面有没有味道？对。就是有怕我有味道，所以我就边骑的时候一直在那边淋水，然后跑步的水仗我就一直狂淋身体，超级印象深刻。因为去尿尿、去厕所可能会延误两三分钟，所以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不能去，一定要在车上解决。所以印象还蛮深刻。哇，剩5公里了，不知不觉，我被一轮追到了。我刚玩太久了。轮到你了吗？我要去找你。完蛋了。完蛋了。绝子。我在你的前面两个。那你要的话呢？看谁加倍哦。我们已经骑了28分45秒，目前骑了17公里，还剩下最后的2.8K。哇，现在的状况已经是快爆掉的状况，一直在忽快忽慢。等一下结束的那个心跳图一定很精彩。
现在是平路，等一下就会准备进入回转后的山路。然后目前我们的 YouTuber 战队麦克应该是暂时领先，然后一轮在我后面一点点， Linda 也跟在旁边。看我们麦克加油！麦克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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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克！加油，麦克！最后一公里 ，YouTuber 的希望，全村的希望。最后一公里了，换我了。各位加油加油！各位加油！高手这么多，真的不可思议耶！各位加油！好，冲刺哦，你不认真的样子哦。赛！帅！到出框了！帅！非常的认真，奖金给一百。哇！我五十名哎！那我就做差不多吧。我会拿下第98名。我的推力比是3.0。今晚183，骑完了。这一次呢，我拿到了就是第50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参加者总共100个人，我竟然就是刚刚好在中间的名次。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都是高手云集，第一名的骑乘的平均功率竟然来到了4.7的推力比，真的是超强。我刚刚的平均功率是推力比3.0，所以你看前三名的竞争超级可怕。那我们这一次 YouTuber 战队呢，最厉害的选手也就是 Mike， 他拿到了第30名，他刚刚的平均推力比来到 3.5，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第二个，我是第50名，那第三个呢是一轮，他是第59名，那第四名呢是我们的 Linda， 他是第82名，所以其实整体的成绩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是很竞争。一开始大家说好的轻松，其实就后面不知道在冲什么。而且我们这次的干爹，也就是易捷 Movery 举动了这个线上彩台赛，邀请了超级多的各路好手来挑战。那其实像我是一个素食者啊，在一些营养补充品的上面选择，其实就有些东西是不能食用的，因为有些补给品是素食不能食用。那像这个姜黄罗旺精粹迷你锭，它就是素食者可以食用，所以其实在增加一些身体调节的功能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，推荐给大家。我是你的教练德瑞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5、4、3，一节功夫好诶，真的棒。一节功夫棒，顶呱呱。姜黄罗网子，无敌罗网子，双重保护力，保护力，保护力，保护力。